last run. Junior Taco.《无暇联盟》两分，《易燃装置》一分，《修楼梯》一分，总分《无暇联盟》12分，晋级4人；《修楼梯》8分，晋级3人；《易燃装置》4分，晋级1人。所以我们的积分赛获得第一的就是我们的《无暇联盟》。 当时听到我们拿到第一位的时候，松里大口气，就觉得我们武侠联盟的确就是像复仇者联盟一样，团结起来的时候是非常有力、非常无话可说。但那时候又听说要淘汰的时候，其实心里有一些很舍不得。现在，请易燃装置战队所有的员来到舞台中间。 易燃装置战队本轮可以晋级半决赛的总共名额为4人，所以易燃装置第一位可以晋级到半决赛的队员是。有答案了吗，千玺队长？
每个人其实都很厉害，也没有说断层很严重的部分，我就不能把眼光放在他们每个人身上，因为我一看到他们每个人，我就很对不起的感觉，就没有这个心就把他们刷下去。我还需要一点时间，如果后面队长我想好了可以先问他们，我还需要一点时间。来，依然装置的队员们，我们先回到那个，我们休息一下，我们先休息啊，让千玺队长再想一想。我其实挺纠结的，就把想法放到总决赛之后，就那个部分开始想，就谁站在这个舞台上不会被吃掉，就反正就在想后面。有请修楼梯的所有队员来到舞台中间。修楼梯本轮一共七位队员拿到了六张进入半决赛的入场券，所以罗志祥队长请告诉我们谁将止步于此。三，你今天表现得很棒。你吓一跳。今天要淘汰的人士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他可能会特别的紧绷，我怕会担心之后那个压力越来越大的时候，离总决赛越来越近的时候，那个心情的压力他能不能承受，我会去做这样子的一个评断。陈晨，谢谢你。所以修楼梯可以晋级半决赛的是叶英、王子豪、三儿、仙人、梅子和赖维尔。晨晨很遗憾止步我们今天的比赛，有什么要留给这个舞台和队长说的话吗？首先大家要答应我不要哭好吗？我不希望你们因为我的离开而哭泣，应该是更勇敢地走下去。然后要谢谢小猪队长，如果在海选的时候没有你最后救回我的那一票的话，其实我根本走不到现在。然后我真的很爱你们，然后也很爱所有修楼梯的所有兄弟姐妹们。所以我想要唱一首歌好好的向大家道别。我怕我没有机会跟你说一声再见，因为也许就再也见不到你。明天我要离开熟悉的地方，和你要分离，我眼泪就掉下。
的痛的。今天这个感觉是每一个人为了你去付出，然后去为了这个战队去得到想要的分数的时候，当他们一离开这个舞台的时候，他对你说的那段话，他尽力了，我们不能怪人家，他真的尽力。下面有请无暇联盟来到舞台中间。无暇联盟本轮出战队员八名，最后在 battle 晋级赛中获得第一名，所以获得四个晋级半决赛的名额。吴建豪队长，请问可以晋级半决赛的人选是？谢谢你们跟着我这么久，谢谢你们愿意让我当你们的队长。武侠联盟永远都是武侠联盟，能继续下去的阿 K， 钢宝，兔子，还有最后一位。那时候在想说，如果选三个 hip hop， 一个 breaker， 但最后要搭配也有一些小困难。Urban 之后也怕 battle 的部分也会出到问题。建言，恭喜四位晋级半决赛。阿奇、AB、廖廖、小五，止步于此，谢谢你们。我走到这儿呢，已经就是没有遗憾了啊，然后。非常感谢今天队长还有我的兄弟姐妹们，然后给我出来 battle 的机会啊！然后我 battle 过了，作品也跳了，然后还跳了 urban 现代 hip hop， 我都跳完了，我把所有跳街舞能干的事我全都干完了，我就是这辈子就这样啊，不是，就是我这辈子就没有遗憾了。我觉得就是在就是跳舞方面，我觉得就是这是我选择对的一次，谢谢。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哎，所以去年没有好好的跳舞，今年在这个地方我也跳了无数种舞风，然后也不断的挑战自己，做到更多不可能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奇，来自无暇联盟。很感谢，加油。然后就是要一直努力下去，晋级的兄弟姐妹们一直要为队长尽一口气，做到最好，付出所有的力气去拿下这个第一，服下这个承诺，我们永远都是武侠，无色。谢谢阿奇，谢谢 AB， 谢谢廖廖，谢谢小五，谢谢你们留给这个舞台的美好。来一个吧，一家人，来一个吧，加油！一二三，不杀！一会儿见。再见，小五。再见 AB 廖廖，再见阿奇，
因为在这么久的时间，每天跟他们相处聊天，也知道他们每个舞者都是只希望可以在这个舞台多待一秒，多跳一秒，很舍不得，非常舍不得。最后有请易燃装置战队。易燃装置战队本站出战人数9人，最后可晋级人数4人，可以晋级到半决赛的人选是千玺队长。第一名，小海。Frankly。AC。然后。JC 君。恭喜小海、AC、JC 君和 Franklin 晋级半决赛。小西、冯正、阿雅、博文、坤，谢谢你们，止步于此。谢谢。今天我们失利了，但是没办法，也没有关系。然后我很想家，很想我的亲人，想念他们，我要回去了。这已经是第9期负三了，我觉得。我能走到这一步，我觉得其实已经对我内心来说我已经满足了，所以我觉得我在易燃装置里面是我非常荣幸的一件事情，非常非常谢谢大家。其实真的现在没有一点遗憾，对，因为其实之前我跟 Franklin 就一直在输，但是一直在晋级，对，所以其实前面我和 Franklin 是非常想赢一次，然后我们在复赛一的时候做到了，对，然后真的和这个节目特别有缘分，因为去年我在这个舞台上和姜浩还有我的老师 Brian Puspos 一起跳了2两，然后今年真正的站到了这个舞台上，我觉得我挑战了我自己，我跨出了那个舒适圈，我爱你们，队长，我爱你。其实我觉得，易燃装置就是一个，就像家庭一样，就每个人会给你的东西不一样。虽然说，你想要或者是不想要，但是看到的和学习的都是以后一定要经历的。谢谢。冯正，我觉得就是刚才的 battle 是我人生最尴尬的3分钟，我觉得对于我来说，其实来这个节目，最开始其实我是来玩一下，但是后来到成团，到一场一场的 battle， 开始越来越认真。因为我觉得身上的责任越来越重了，怎么说，我觉得输了就是输了，没什么可说的，但是我会一直跳下去。千玺，今年你还是冠军。谢谢牙哥，谢谢冯正，谢谢你们对街舞的付出，谢谢你们。